理。谢谢。客气，您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先往这边走。那请坐。先生，您的茶。好好好好好。小姐，你真漂亮。不知小姐愿意不愿意为我工作？我是说，做那种工作，只为我个人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说吧，开个价，多少钱？先生，您贵姓啊？哦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您稍等。你好，这里有位先生说他是嘉联翡翠经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，性骚扰你们管不管？神经病。罗小姐，罗小姐你好，我是北京来的律师，我叫韩丁。韩律师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！你要能不能等我一会儿？我，没关系，你先，我等你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就来。这就是我请你来的原因。我希望你帮我把它赢回来。我们家的工厂，新买的大 house， 该抵押的都已经抵押了，但是我就是要留下它。这栋房子的所有人不是我爸爸，是我。我带你进去看看。危险了，不行啊！快上来！怎么样了，韩律师？法院有充分的证据证明，你父亲三个月前把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，确实有财产转移之嫌。因为从宝春制药厂的经营账目上来看，半年前工厂就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。你父亲一直在苦苦的支撑，如果你父亲还活着的话，说不定还能挺过去。可是你父亲一去世了，破产的事情就瞒不住了。他应该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？谢谢你了，韩律师，把晶晶给我带过来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所以我肯定好好陪他。他没事吧？
最近是有了一点倒霉，不过我相信他肯定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刘晶晶，我走了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打电话给我。晶晶，行，那我不送你了啊。再见。再见。罗晶晶，台风把我留下来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了？没有，我男朋友不要我了，我家破产以后他就不见了，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你还爱他吗？我恨他。罗晶晶，别怪我多说两句。我觉着因为你家破产了就离开你的男人，不值得你去为他痛苦。你甚至应该感到庆幸，这样的人越早离开越好啊。可是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在乎钱。你们商量商量要多少钱，孩子给你们私了就完了。去一万五吧。赔给您算了。一万五，一万五就一万五吧。这个是5000块钱，剩下的1万块钱3天以后你到我家来取吧，这是我电话。光电话怎么行啊，要留下字据，你的身份证和驾驶证都得留给我们。好吧，我倒是真想看看这个骗子还能使出什么新花招。你这人总是那么武断。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你都已经被骗了，你还帮他数钱呢？你行了，把钱给他，这事就算了了。你觉得有那么简单吗？有这个傻子。进来啊。你就来拿钱的吧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龙小雨。看样子不是本地人吧？哪来的呀？在厦门有工作吗？我可以跟他单独谈谈吗？我是他的经纪人，你不就是来拿钱的吗？你跟我说就行了。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？
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跟我说就行。我就和你谈几句话，行吗？好吧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那一万块钱，我们不要了。啊？还有你的身份证、驾照，还有你那天给我们的5000块钱，我们都不要了。这合适吗？合适。不是。那这事儿，你们还需要点什么别的东西吗？不需要了。你那朋友也没事了？他没事了，谢谢你关心他。那我们交个朋友吧，你请坐。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龙小雨。我叫罗晶晶。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是我的老乡，叫朱四平。她不是你女朋友啊？我看她事事都替你拿主意似的，还以为是你女朋友呢。当时你把我撞了，所以她才着急的。其实她人很好，心很善良，就是脾气不好。你们是哪儿的人呢？和平镇的，来厦门打工。你在厦门做什么呀？我们刚来厦门一个多月，还没找到工作呢。哦，我爸爸是做企业的，要不然我问问我爸，厂里需不需要工人？是吗？嗯。那你帮我问问吧，我什么都能干，什么体力活都行。没问题。那么大一笔不要白不要的横财，一个那么穷的人，他居然没有要。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人吗？可是我从你的叙述中听不到任何可以让人幸福的理由，可以让这个很穷的龙小雨心平气和地放弃那笔横财。你不应该把别人都想得那么坏。也许他放弃了10000块，得到的却是更多的东西呢。你是说龙小雨放长线钓大鱼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你父亲去世了，宝春制药厂破产了，大鱼没了，所以他走了。